妈，你这菜。哎呀，我还不来的。咱厂没来，我给拿奶拿鸡蛋。你怎么在这买着呢？人家买的我还都到欧洲呢。啊，这是我的新买是。怎么这不拿着呢？你怎么来就这不不给妈不拿着？妈，这是我的新买，我不来这房子啊。哎，不不，欧洲在，这房子有，给妈房子。妈就问银线，就想给买个衣裳，伢你可不要。这么再不给妈张罗买衣裳，一天你给妈买五些衣裳，妈妈能穿完。一天穿的些，你也要儿子要过呢，我们头脑都要花钱。妈妈都挣钱你们，你以后想弄啥就伢。亚丽姐，你看看你姐给你妈可买的啥？买的啥？我姥姥都没见过，这房子啥都没有。老婆爹把都抬的，这给谁抬？我知道。你姐没见过，我看你姐来回买回东，来回买东西多的很。你妈买吃的，买的拿的油面啥的，你姐没见过。她买妹子，我怎么没见过嘛？哎，也好买妹子，你咋是装完了？哎，姐，那你咋去了，亚丽？啊，我刚才回去问个话。我就给咱妈给嫌弃了。哦。我给咱妈买吃货，给咱妈买油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咋不回去？我不，我回呀、啊，我回安徽饭不行，我回呀、啊。哦，对对，那妈妈走。啊、哦、啊。妈哎，哎，在地上吃啥饭？你做什么吃什么？妈，咱就是米浆面光啥都没有，把你这里拿的油的米的鸡蛋的都给是拿，咱在地上给咱做饭。那你姐来这跟妈没拿过啥吗？咋没拿过？街道人都看来的，张大你看。咱油的米的鸡蛋的，你都给谁抬？那你姐整个给妈没拿，没拿，我也见了，街道人也见了。要是这样的，反正你再能吃我家你做的饭，我说你能行，我让买点吃，你随便。哎，我说到底给人谁赚的嘛？他不是为给儿跟媳妇赚嘛？他是为了你。哎，亚丽没讲话。哎，让我在外头吃几下饭，把我吃的肚子疼。好，你两三看人家说是我急性肠炎，叫我要住院呢。对，你再路给回走，弄完吧的，咱先给人家看。哎，我俺在这是啥钱，把钱给湿的。咱先给回去，回去再说。英哥，咱一个人在咋办呢？是，那亚丽是他肠炎犯的，俺没钱，我回去给俺给取钱。那你把这忙你好一下，好生一下。你走给谁帮忙在后头去？亚丽，咱把俺疼。啊、哦，走，咱再路给院老外走下看去去。哎，好来接你，妈来钱嘛。亚丽，有病走老外看，妈有钱，给医院走，我单搞的。妈，那你还来钱？习惯了含辛茹苦。妹子，给谁帮个忙？这拿这菜都吃不完，给换出钱。吃惯了粗茶淡饭，穿惯了粗衣麻布，时常唠叨着吃。给谁帮个忙？这吃不完，给谁换出钱？行。多忙你也不说累，多苦你也不愿说出口。妈妈呀妈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看这钱就是妈的，还给你攒上。妈攒这钱嘛，不是还是为你跟儿过个儿子。妈，我错了，咱爸也不说，咱赶紧给医院先走。嗯，走走走。过完桥盆脚相去。